猪脚，来啊！哥，哥，怎么？我想好好同学什么？我不晓得。加入我们球队吗？你在想办法吗？这阵子省一点。哥，我想好好打球。可以不要在意你自己吗？你弟弟也真聪明啊，自己跑去了冠军队。你选择光城是正确的，我们这个球场设计过的，它采光特别好，确实会有点热，有些。Lower, lower。我们是冠军球队，我笑片刻，好好享受比赛。如果你还把他当成你哥，这场球就注定失败。曾经有人不看好我们，甚至要我们放弃。但是有一群人并没有放弃。是不是要和你弟比赛？他很厉害吗？我想赢过他。